告诉我他走不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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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去哪儿了？走不走？走不走？走不走？这就走了。嗯，照顾好自己啊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倒是你记得按时吃饭啊。好了，你快上车吧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有人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来干嘛？陆离的。你们已经离婚了，请你出去。我跟他还没有离婚呢。你怎么能这么理直气壮啊？看来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果然没错，你就是个大渣男。顾小姐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对你最大的误会就是相信陆离说的，你是天下最好的人。那他为什么要离婚啊？因为，我跟你说不着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不走，小心我上网曝光你。而且我绝对不会再删除视频。你还不走是吧？行，我报警了。陆离，哎，你干嘛干嘛？你变态啊你！他不在这儿，他去哪儿了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不走是吧？行，你告诉我他走不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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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去哪儿了？走不走？走不走？走不走？哎，他去哪儿了？哎，他去哪儿？哎。他去哪儿？你能告诉我？再敢过来，活见伺候！哼！你，你还打算大半夜做饭？这是我们的新婚第一餐，我希望吃点好吃的来纪念一下。